对我们一般人而言，心里面杂乱无章，你说这一刻你心会静得下来，我才不相信，对不对？心都有一点事都静不下来了，何况那么多杂乱的，好、哦、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、哦、选择，你该选先清洁一下，然后再来把心、哦、这个静下来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心静不下来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你很多开关呢，不是好的开关，是坏的开关打开中，对不对？就像那个哦，在干嘛？耗尽你的能量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你了解这很重要的时候，那这什么怎么办呢？照我教你的方法，是不是？什么《弟子规》啊，啊、哦，这些有的没的，先把心先净洗净一下，是不是？那接下来你心中要这个安静的静呢，它是一种情况，是不是？一种相，让你心中因为静下来了，你才有别的东西可以谈。你静不下来，还有什么好谈的？对不对？连个人影都看不到，没得谈了。所以，当你身心灵，好、哦，你的心可以被这样子的一个洗净，过去种种就把它丢掉，随风而去，丢了。你发现哦，你后面啊、哦，同样是超马的系统。但是你进步跟了解深入的特别快，特别深，那就是前面的杂质也去掉，好，是这样。那能够这样子运作，啊，它总是好事，总是好事。这个是修行人的基本功，但是对于红尘中人，你能够好跟人家所不同，好，再加上你的特色，各方面的长才。赢的机会比较大。那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不是本来就是像每个人不都在追求如何能够无悔的人生，是不是？今生不留白。那你要想到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，好，是谁教你的，好，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源远流长，是不是？那你要源远流长，你没有一个恭敬的心，你如何源远流长？比较难吧？你自己假想一想嘛。如果你对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恭敬心，是不是？你觉得你会跟那个接触的层面会广吗？会深吗？会远吗？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所以我不再一再讲营造，要自救啊。那怎么救呢？从这最基本的东西开始救起啊！至少对自己来讲，这一刻应该对这些点还不陌生，不陌生就比较好收，对不对？比较好收呢，就比较好放，收对了再放出呢，力量不一样。所以咯，恭敬的敬，没有这个字，你说今生要得什么样的成就，也比较难。